下一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澳洲的团，叫做 Angus and Julia Stone， 然后他们是一对姐弟，声音大家可以去查查看，就是 Angus 打 A-N-G-U-S 应该就可以找到。然后我觉得他们还蛮特别，就是他们的声音，就是他们是男女合唱，然后声音各自都很有特色，可是合起来就还是不会奇，不是还是不会奇怪，这样很特别。好，然后今天要带来他们的 Draw Your Sword。
看到了说有所是为何你希望那人在远处你想我看到Thank you.